快吃，我尝尝。吃吧。还不错。哎，这不是楚家那丫头吗？是啊，不是说去长安了吗？那几个人一看就是有钱人。可不，你说这些人怎么会跟楚家丫头在一块儿？也不知道他在长安都干了些什么，哪能真有衙门要女人呢？谁知道呢？说什么楚家丫头呢？什么有钱人？哎呦，楚河，你还不知道呢，你妹妹回来了，还跟着好些男人呢。香火槽要看看了，我家在那边，穿过这片集市就不远了。你家住的还挺偏啊。楚楚，楚楚，哥，什么人？这是我妹妹，我是她哥。出去！这是我哥。出去那么长时间，也不给家里来封信，跟的这些都是什么人啊？快跟我过来。哥，他们不是坏人，我还要跟着他们考仵作呢。考什么仵作？这些都是什么人呢？哪有这样考仵作的？我真的在考仵作。跟我走，回家。你就是楚河。王爷怎么连我哥叫什么都知道？你咋知道的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们是从长安来的，我可以让楚楚随你回家，但我们要随你一起回去。等到了你家中，见了你家中长辈，我自然会告诉你我是什么人。我都不认识你们，凭啥带你们去我家？就凭楚楚随我们从长安一路来到了这里。你我素昧平生，对我们有戒心是理所当然，但我们也不能轻信了你。她是我妹妹，我是她哥，我凭啥害她呀？哥，他们是帮我的。既然无意害她，那让我们再送她一程又有何妨？那好吧，我可告诉你啊，我们楚家可是给县衙办事，你们要是打什么歪心思，这郑县令可饶不过你们。哎呦哥，别说了。相反引路。哥，楚兄，听楚楚说楚家世代都是仵作。关陵县就我们一家做仵作的，你在关陵县打听打听，谁不知道我们楚家呀？如此说来，关陵县县令郑有德与你们家常有来往？那当然了。郑县令为人为官如何？郑县令是个好官，不欺负老百姓，断案也公正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啊，初来乍到，随便问问。